那是要自己讲。皇族啦，不是皇子被连任，皇子的照。但是虽然银行会拍卖的，那个皇子被招了。屋主，那个书房的皇子是常常会竞选的，有没有兴趣哦？等一下来买票，就可以当这个书店的老板。负债没有很多，现在控制很好，大概亏上百万就有了。对对，你看免担保，免担保啊，也免经验，就可以来雇书店，对不对？然后书店老板就是你，啊，最多凄惨，就是负债100万，哎，但是也不会怎么样。有没有兴趣的，请一下找我。好，那今天其实要感谢，我们要来一下那个政治正确，那个要感谢啊，这个小小书啊，对，台湾有一个那个主题书店，独立书店很屌的，在台北，然后开很大间，它就是很小间，哎，对对对，像我们写黑的就收储的，啊，他那个小小书房，你有听过吗？有。都没有去买过书，对对对，那个就是我们独立书店的悲哀。对，大家都有听过，还没有去过。好，啊，但是他很伟大，他帮我们去申请了那个好像是新义皇屋嘛，哈。然后新义皇屋跟书店有关系，好，我也不知道了。主办单位要不要出来讲？社区营造的，要不要？大家是一个DM 给他。对，后面有DM。系列活动，全台湾帮你发一下。全台湾独立书店的系列活动。是新义房屋，他现在都会推一些社区营造，那其实独立书店也是跟这些。你要来这里，因为那个照相没有照到你，你回去点不到心。哎，我不知道是新义房屋哎，有点像我贼船，有点幸福。我以为是什么政府单位，确实是。这还好，没有政府单位才好啊。去年也是吗？去年不是，那是政府的文化局。去年我去唐山，那个是小小策划的，就我去那边温柔丁，不是，是唐山小小策划的独立书店系列，我去跟唐山。好，没关系，你们听得懂听不懂的就除外，因为现在还没正式开始。好，我们是在热场，寻找默契，懂吗？对对，那这个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我们也要感谢那个，反正今天就是有人出钱。啊，那个人还是一个快要倒的书店，也是很可怜。哎，他很吊诡，他就有办法出钱。我们现在在比谁快要倒的要出钱请人家去助讲，别人，把他们丢了哈。好，那这个就是今天的由来。那我那时候要求的哈，就是这个书店一直请不到我们旁边这一位，不是请不到，就是说。以及弘雅书房，他就我们自己寄出去，对不对？对啊，我们都自己一直没有变，是，不是啊？对，是刚刚回应哈，那个铁志兄常常跑大陆、香港，然后这个电话啊常常接不通，然后啊才知道写信。我跑南部更多，今年去台南一去5次。台中都去了3次。然后我想说，那个要入高铁票的钱，我们本书店的历史以来。请讲师吼，无甲提钱在消停啊，搁要提钱哦，这是困难的，这个很困难的事情。就是说，那个不给讲师费，因为给了吼，变成公平性的问题。今天给他，别人就会说我叫小咖嘛，为什么就没有这样？啊，除非比穷啊，就是比弘雅书房穷的那个有给过，这个不是没有。以前那个好，这个不讲，那个很多八卦。这个就很难处理嘛，啊，所以就一直没有请他这样，啊，没想到这次有人出钱问我要请谁，第一想到，哎，你帮我联络一下张铁志啊，哎，俺后辈做官了，我都来告诉你，你也是搞摇滚吗？这个湖北政工所啊，以前过蒙阿波的主管机关，那现在不错，他会音乐啊，那个。类似文化局长那一种，不是因为是不稳正，没有文化。你要话讲太多了。他叫小廖，他们是客家人，有一种客家人叫 OK 这样，也是那个客家话讲的大家都听不懂的。后来才发现错了，他们叫做赵安特，是汉人，那个闽南人他称为 OK， 他们赵安特代表，很神圣哦，要不要让他签名？我的大股东啊，我每次说书店快缺钱的时候，他就出现了。
你是今天有听到同一两块打？蛋哎，跟你说一下，本店现在在小小书房的协助之下，可以刷国米联金，是吧？国米旅游卡，然后刷低于国联联金。国米旅游卡，如果你有当那公部门的行政、文化行政那个主管的，都会有一张卡了。拜托你不要再去刷什么那个五连棍啊，来书店刷，啊可以像他一样不领，就不拿东西回去，就刷一刷而已。这个可以。啊，另外一种是你没有钱的，买书的，不要用赊账，拿卡，我们也持卡，那个也可以刷。好，那个本人叫弘雅书房的房主李国信。未婚，对对对，很年轻力壮，虽然有四五十岁的外表，但是真的是很年轻嘛。今天哪有钱？讲话有心较老一点，但是我二十一岁开书店，即马十三年安尼，你怎样算话？是不是？如何？好，那这个现在好几个地方都缺义工，更重要的是要带咱去签到一个九月一号缺人上台北。旺旺，一个您怒吼吗？您知道吗？你想行动吗？等一下留名字啊！对对对，旺旺不是了，901位新闻自由的者、啊，对 对, 对，不是这一次的，是以前的。所以去那里可以送这一件，因为是以前的嘛、啊。今年不知道会做什么，会管风向。所以旺旺已经是以前的，不是，这是以前为新闻自由啊，不是、哦、不是旺旺，对对对，新时代。是记写的、嗯。好，所以各位有兴趣的旺旺，你懂不懂？不要吃鲜贝，他也不要看他们的电视，他讲。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我们那个，哦，8月31啊，礼拜五晚上7:30，在我们旁边有一家那个怪怪的书店，不卖书不能见，叫台湾图书室，那个有办一个江宝钗教授的文学讲座，听说目前都没有人报。五六组你就你要报一下，然后到时候说没有空，是不是？我那个主办单位王一杰报满一下。好，这第二件，第三件事情，本书店急缺义工啊！本册店十几年来，但我是安怎样？这里有一半以上都被我熬过，显然他们以前大学生活都在这里。前面这个都是嘛，那个本书店就靠各踏在各位的。血汗里面剥削之后啊，才成长，对不对？完全没有半毛钱的薪资，然后活到今天。所以吴彦祖，您与其被外面的资本主义给剥削，不如来我这种另类的剥削一下。那我限定年龄啊？啊？几岁以上？有没有限定年龄？到家来都不要紧啊！我告诉你，我到最近才开始觉得。像你这一种看起来很类似那个失业的那个中年的，对对对对，那一种比较会永久留在这里。那个年轻人哦，看起来没有热血，比我们这种很靓丽啊、可爱、天真啊，很有理想。又来做我三天工，哦，我有作业，啊，无就是看到钱，讲伊要去环岛，啊，不然就说我刚好我男朋友在找我，啊，不然就是要什么什么出国。我拄着这种人啊，那个一直常常在换，所以害我都被人家骂，说一点这个力数量很怪，很难相处，不然常常在换，我留不住了，所以决定任用那个中年失业的。好，那这个是我的介绍，很心酸的。接下来啊，这个就很重要了。今天的主题其实无限，无限，因为呢，什么都可以讲。他真的是很厉害，台湾以及这个年轻一代，有谁愿意哈？你在你的志愿表里面填写，我想当一个评论家，有谁愿意在你的这个一生的这个奋斗里面说，我要当一级棒的这一种观察家、评论家？我也没有，没有。哎，这个就更厉害，就是他自己没有，可是坊间啊，都认定他是一个不错的，对不对？听说如果当那个红酒的评论家，那跟他坐在一起，那个人就不成仙也成佛，
迄落拍一撮个，啊，但是因伊写个拢是非主流个。哎，地板也可以做啊，这个今天没有演唱，所以不会看到什么裙子啦。那咱台湾的教育用习惯很久，就是那个什么演讲者要经过一个遥远的距离。哎，这么熟很熟悉，叫你亲近一下。哎，有很多人不是都说慕名年久，让他亲一下可不可以？今天开放，哦，也一波恰波标啦，啊，无特别老老些红包子。所以是啊，那好啊，我就介绍到这，你送我一本册，你来这演讲也够衰啊，还得送送我一本方言聊天板，所以我刚刚讲的大概都是方言。因为真的，因为各位看到题目啊，今天是讲社会运动在一个书店的实践之类嘛。那我觉得，那我们之前也讨论过题目嘛，就关于弘雅书房的经营啊，什么书店东西啊。所以我本来以为今天我是主持人，我来提问，由国兴来回答。我今天也准备了，结果像他就骗我，他就觉得说你是老板对，我是客人，所以就说他来跟叫我多讲一点。所以我就说都不要，我们就随便讲，就讲书店也讲社会运动啊，就是两个分开的主题也可以随便讲。那我觉得特别重要的是，今天我觉得这个场合真的是像你刚刚说的，其实不要有距离。跟他随便聊，所以我其实来很感动啊。刚才国庆带我，然后走一走嘛，去玉山旅社啊。虽然今天没有开，他特别开了，然后去了台湾图书室，真的很感动。每一次去很多，因为我是天龙国人嘛，很惭愧，还是天龙国的外省人，真的很丢脸。虽然我不是大安区哦，我住老松山，所以你住信义区，住五分埔那边，以前是松山区，现在变信义区没错，但是就是松山火车站那边。然后我觉得每次到不同地方来都是学习的，那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也蛮多朋友，不管在嘉义或者其他地方来的，我是要想做一个无聊的事情，就请大家自我介绍，因为我觉得不是对我彼此间，我觉得既然大家这是一个，我们都希望是 community 嘛，既然弘雅的意义应该就是在这个地方做一个 community 的一个平台一个中心嘛，那今天各位来，可能你们有的本来就认识，可能有的本来不认识，所以我想。我觉得彼此认识是蛮好的，因为很多朋友我知道有人可能在台北念书，刚好暑假回来。那今天可能大家都发现这个地方其实有很多很关心弘雅关心议题的朋友，所以我其实真的蛮想知道大家是从哪里来，为何而来，好不好？可以自我介绍，彼此是比较会主持。然后他比较会评论。来，咱首先哎。你是今仔日这个来自哪里？我唱不了，我唱不了。我跟我老姐夫啊，就你说中年，他们类似像中年。是，第一次来。哪第一次来？慕名他而来。对，他不是他姐姐来的。是姐姐陷害的。好，那陷害的不多讲。来来，年轻貌美的你们为什么而来？来，为这边先好啊。没有，他讲一下自己的身份，然后为什么来过弘雅没了，然后关心弘雅的问题。看起来是都是塞的，有来过一次，来到我们这里会打。在念书吗？在嘉义工作。在工作了，啊，这个比较金钱上的能力了。等一下，赶快走！不然结束前如果大家没有买书，不准走。经常买一个东西走，这样可以吗？那叫我那个五块啊，那我也是啊。来来，请问您怎么会？因为我有要去？没有看。没有看完。看的你是不好意思。不，那书卖不卖？他的书很多种啊，音乐的和社会评论的，或者帮人家写的。有，我有讲。看你比较兴趣。那你是在这边？我是学长。嘉义的。我知道。我没那么熟，好不好？如果空军的都要知道水上。也是在工作。里面养了16只 F-16 啊。养的，好啊，所以可以了。你看每个人那么久，但大家挺高兴讲什么？那后面的您，我要啊，我是阿里山东的，然后您的那个支持者也有援助你。然后我是一直有在，因为我家国兴大哥非常，
然后我一直有在关注他，因为礼拜三都会有一局，然后刚好今天是铁志大哥，所以我今天来。你读那个东华嘛？对。然后演武者嘛？对。哦。现在输啊！现在在演武者。没有，我现在在加一个。会加一个。我现在。我想起来。真的想。各位，那个他也是单身年轻。真的，真的，真的，公主，公主嘛，我记得。哦。我们没有公主。哦，没有。加嗨加嗨，产生什么爱情火花？对对对对，本书店希望有这样的机会，但是记得红包厚一点。好，来这个有一个爱情。对，你可以讲一下为什么加入小小？哦，因为我他叫木风啊。哪个木哪个风？哎，我不太懂，你们小小人都这样吗？红风木风，对对对，你从小米红回来的社会，花风啊。对对对，哪个木哪个风？我哪知道，我知道就是家。好啦，放牧的牧，风雨的风。那其实我之前是小小的客人跟朋友，那时候就是刚好我工作到去年底，所以就是今年有这个计划，红红就问我愿不愿意接下，然后就很开心，因为我可以透过办活动的过程，就是真的可以走到这么多的书店啦，因为。平常会觉得都知道，但是你真的要到每个地方去看这家书店，其实是有限。对，透过活动我就可以更认识他。真的真的，所以大家可以加入不一样。那个书店卖一本那个刚才讲那个特殊店，结果本书店竟然畅销，你知道？因为之前跟大块不太好，因为我们嘉义要订到大块是很困难。为什么？交给那个新家的。啊，新家很多，你知道吗？都不爱什么搞恶嘛，所以我都订不到。你钱都无敢够啦，那边更不会存。有啦，伊都拢讲不能退啊，难得要现金买啊，而且还七五折啊，那就他不然，但是真的不错，只是他来访问的时候不在这样。好、嗯哦，沙发上的传给。Oh my god！ 然后我妹，然后我。你是大姐。对。现在是很紧张，然后我是婉珍，然后就是我在这里当志工，然后礼拜现在还是啊，礼拜一啊，礼拜日礼拜一都会有，对啊，然后现在是我在加大念书，做什么这样子？念念辅导智商。辅导智商，要不要评论一下？科技在当今这个社会。心里带的蓝光兽的兵，哦，我很赞。来，那个嘉义的，然后之前是台南艺术大学毕业，然后现在在嘉义开了一间工作室这样。目前就是，应该是有点想要教，就有点像人文教室吧，然后可能会举办一些影展或一些大学的作品。很熟啊，我们协会的常务理事。常务理事。快倒快倒的，合作多好。有合作，就是都是合作，所以怎么会倒啊？你是现在比较希望跟那个红酒评论者啊，或者红酒大户这个合作哦，比较会赚。好，你要有收钱的吗？有啊，要不要印宣传单来乖啊？有机会啊！那你发出来就比如刷掉了。啊，在隔壁的。在嘉义都记得。我之前在国信东工作过一段时间，然后最近在从事摄影创作。隔壁推销。这一本卖不掉的作者。这个是我们之前编的摄影。很贵很贵，这个1200哦。粉丝店900啊！这本书是张大王帮我编的，啊，精装是1000啊，这本不算精装。你看，我觉得自我介绍多好。对对对，还有个想要让作者签名，等一下那个铁志兄也会附加写评论。我会写评论，就写赞，赞，买，送一个赞。那你这边我好不会，我来你比如的。最近可不可以看有出什么大代志？
我也是华人，我地球的。哦，啊，地球叫八八水灾，八澳啦，八澳啦，八澳。好，哎，我开台了。我之前在台北当工程师，然后最近把工作辞掉，所以现在嘉义做工。那来这边买过两次书，要不都要不到。哈哈哈哈哈！然后跟阿玛是个三洲出版社啊。我上次也来，也是买了五百本阿玛书。所以你说三洲不愿意批？不是啊，三洲已交哦，我在代理商搞统一企业，我能够做完哦。我知道这个书店是和我们的小小出版，因为我在那边写作是很重要。然后知道这个，那你为什么会从台北辞掉工作？混不下去的、啊，没有，想做其他的事情。因为台南的工作有一种特色，离家里，重点是离家里比较近。怎么去台南工作？嘉义人，嘉义人，是，还回乡的。回乡是对的。哎，那如果地址买不到书，那你会去博客的地址，然后卖给他。谢谢你。那个义工们，你们就这么私底下处理？你是卖书吗？对啦，有时就是你感觉好好啦，卖气氛，卖气氛。好，那那所以有啊，有机会啊。啊你啊你，伊就知影，伊就甲你报过来。哈哈哈！我只啊，我帮你代工。再给你赚一手啊！对对对，支持书店。所以有时间就是这运作嘛。啊，你去都可以赚钱。干脆你自己投钱，然后你自己也去买书。我觉得这个比较省。投差价，投差价。来来来。不过我们要改良，我们最近会把这个事情跟独立书店联盟讨论一下，我们要怎么再做下。这个要做正式的内容。这个真的是我们很严重的问题。我是台北艺术大学的学生，然后我是嘉义的。你台北正在叫 Andy 吗？没有，我想说鼓掌一下。他给你个赞。谁啊？等一下，他一定帮你按赞。哦，对对对对。邱伟川。那你为什么来？学哪一类的？我之前有说老师很开明。哦。是我这个人相当的，表示你也是没有很突出的。他以前就害羞啊。我们以前要怎么让人老师认识？因为我迟到，一直迟到，然后早会，然后最后关键的时候一直把握时间跟老师面会。其实从我以前的种种怎么了？没有私下面会啊，所以都。哦，上课很专心看黑板。那所以您那个哪一组的？不是原住民。不是原住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哪一组？盼是草莓族啊，哈，那个原住民。我觉得睡觉今天都有相声的感觉。唱错了。二人组。什么戏？啊，你有族群，族群是哪一组？族群，你什么人啊？哪里？你是外省挂的，还是本土挂的？纵贯线的，还是客家人？现在是要分化了。没有，不是外省，有补助，有补助呢。现在正能量。美术系都会帮你们。美术系我们很缺啊，你看像这个都画不好。我要理想共啊。大家贡献一点的，比如全军，然后他艺术延伸，有才华的就是才华。来来来，旁边的来，您是？我们是要控制的，我们是地下室的。哦，他跑到地。我也是地下室，然后其实我在台南，我是台南，然后在台南念书，然后知道洪雅是因为你之前。然后就有机缘就来嘉义工作，然后也去过传统社跟朱书信的，然后今天是第一次，然后是朱隔壁那位的名，不好意思，今天的主播如果都没有人说慕他而来，那就传下来他，没关系，我习惯，我给我，你真好，名不重要，大家好，我也是慕。隔壁的，因为在网络上面看到的讯息，然后看到那个江老师的书籍在博客来上面那个，大家写
自己加的啦，五颗星。没加过。啊，等一下，你们两个比较需要听他等一下怎么分享。我。哎、欸，就是这么爱动啊、我是看到那本书是他之前那个流行音乐的研究嘛。摇滚音乐的文化研究，然后我想要知道说，怎么收集有用的资料，然后怎么去分析。好具体问题。写入。来，他说隔壁是谁？被他拉来。好，是啊，没有来路人放松啊。好，今天还放松吧，听他讲话很放松。好，来狡辩。我是爱听我要看几单据吗？是因为几年前那个嘉义居民所的反对嘉义居民所运动，然后才那个。对对，我也过很高山。阿婷，今天为什么想听这个听来的？没有特别的想法。反正就是知道张铁志就来了，不是，礼拜三活动就刚好。没有，他已经有好几个，哎，上礼拜没来嘛，所以刚好。但看到反正不来，显然这个也有特别用意啊。不过今天也有卖 CD， 他也可以签名，因为他推荐。哦，你们一贯。突然想来。哦，突然想来。那你每天拜托你都突然。因为我坐台。坐区间车很便宜啊，78块就到了。我们后面有一个动力室，他你可以拿车票去跟他领钱。有来红给他盖满4个章，很困难啊。所以三位从台南来的。来来，换中间。就是我是台南人，但是我现在在嘉义工作。好，这边社工组就是。是呀，阿弟被离职了。好。我刚进去，那个有机会，年轻人成行外。啊，我的意思是说，要继续坚持。然后我会知道，也是因为他介绍。然后因为我之前都完全没有搞什么，因为就来嘉义这么久。政治嘛，不搞政治啊。所以难道你们难怪你们听不懂？关心，可是也只会听校内的议题什么的，或是听舞会活动，或是校外交流。比较少知道嘉义有类似的地方可以让我们去，这样知道一些地名。平和12年、13年了，两个。因为中正乡里有一个叫做紫金艺术村，他们会去关心很多都更啊什么之类的。叫什么？中正紫金艺术生态村，他们会关心生态，还有关心那个像是都更或是那个包含爱的那个艺术。是学生，是学生，是国校的。对对对，他就是会在我们那边办活动，所以我就从那边知道，所以就比较会来嘉义。然后也是因为老师以前来我们中正演讲过音乐的东西，对。听说那一场破万了。对。所以我想说，今天可能很多人不来了。所以那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书店好像没什么名气哦。哈哈哈！糟糕糟糕。书店如果很有名，就不会今天这样而已。早就在台北开分店了，开总店了。台北人比较多啦，台北人都容易订房。对，会觉得可能嘉义也有会觉得蛮感动的。对，可以跟他们宣传一下。等一下，那个这个要录起来哦。那个，你贵姓贵姓？张，工厂长。一年级。我现在研究所。研究所一年级，这成长就要多了。哎呀，那研究所一年级嘛。二年级，那还有机会。那研究所多一年。那你那个等一下排班的，我觉得有机会可以实习呀。啊，搞不好你接下来真的可以来选看看，反正没有当选是正常的，要实习，有机会啊！来来，啊，中间我点了。我会知道洪雅是透过台湾图书室的，我比较常去参加那边的那个图书馆。他后来说，礼拜三写过来图书馆日，我都会固定去文化中心。他就有一次经过，我才知道连洪雅在这边，所以就大概我有去图书馆日。你在那图书馆工作？在工作。意思，跟他讲嘛，讲出来。什么意思？所以，其实我好，我老实承认，其实我作为设计这块不熟啊。我知道张铁志老师，是因为我那时候想去看 Pina， 然后他们那时候找很多名人去哪 ？Pina， 那个 Pina Bush。哦。啊，他找很多名人拍呢，在 YouTube 上找很多名人拍推荐。啊，我看过张老师。哦，但我不是名人。
他很谦虚啊，我今天学到了，因为从车上到一直走，我很有没有名啊。嗯、要是很有名的话，就不会现在这个场面。这个我要写，我要写。红雅很没有名啊。哎、欸，我是台湾人，然后我从我骑摩托车过来的，就下班，然后先绕跑，然后赶快骑过来。那我会知道你今天会演讲到12点多，没关系，我那骑给你半小时了。然后我会知道那个也是一个看书的，看那个范老师的书。他有参加那个陈运光教授的3年学院，刚刚结束而已，在那个阿里山8天，那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很有趣的。而且那个陈云峰老师要讲的真的是一串很大的问题。虽然我现在从事的工作是跟这个完全没有关系。所以你离职了？还没，我离职公司就倒了。那个银柜是要几天？啊？那个银柜好几天？八天。对啊，你可以请8天假，还是你旷课8天？不是啊，我现在是一般那个工，是在那个上班的、啊，我不学生。哎，这个不错，可以吸收啊。来，我是在台北一个环保团体工作，但是我是看守台湾，但是我是嘉义人。我们书也有，都库存很久。对啊，我们愿意啊，然后我们就是每年出一本书，这里都有，然后我看都没有卖掉。我会知道弘雅，其实就是因为我工作的关系，然后因为我是嘉义人，所以就会想要来这里看看。他最近在这里实习的，不错哦。我看起来这里，哎呦，他听不下去了。好，来，我。